我们今天啊，跟梵高一样跑到巴黎去，啊，大家知道塞纳河的北岸就是卢浮宫，隔了河南岸就是奥赛美术馆啊。19世纪下半叶，很多重要的经典都在奥赛美术馆，比如像库尔贝的画史和奥南葬礼，米勒的十岁图和晚钟，啊，马奈的这个吹笛的男孩啊，这个草地上的午餐，啊，还有这奥林匹亚。据说呢，这些画原来都挂在卢浮宫，后来大概因为挂不下了还怎么着，就他们把奥赛原来一个老的火车站啊，改装成现在这个美术馆。那么这些重头戏全都挪到南岸去了。那么我是到2001年才有机会去巴黎，那么当然要去奥赛美术馆看看我早就向往的这些东西。可是去了以后呢，画是看到了，我不太喜欢奥赛美术馆，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些19世纪后半的经典的气息和奥赛美术馆的气息没有在一块儿。我所以很想看到这些画原先挂在卢浮宫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但是就永远没有机会了呀。这一幅画和它张挂的那个城市的那个空间啊，和它应该属于的那个空间，本来属于那个空间非常有关系。最佳的例子就是上一次讲到意大利的壁画啊，就是当年15世纪、14世纪，教堂请画家在某教堂某个位置根据某个主题画成的画，那是最佳状态呀。你一旦离开那个原来的环境啊，这个画面的意思就会打折扣，甚至不是原来那个意思了啊。你比如敦煌的壁画离开那个洞也可以拿出来展览，但是你到洞里去看过，你就会知道差异在哪里。一直到出国以后我才慢慢明白，就是这幅画配的镜框啊，这个镜框挂在什么房间，这个房间在什么建筑里面，这个建筑在什么街道和什么城市里面，一切的一切都会决定这幅画的一种气息。那我们可以叫那个是文化气息啊，最佳状态就是在它原来的氛围的环绕中看到这幅画啊。印刷品那是没有办法啊，借展就会遇到这个问题。你比方西洋人有很多博物馆展示的中国魏晋唐宋的这个文物和文人画啊，尤其是明清的文人画特别多。哎，他们明白，就是来自东方的这些极度斯文的这些画啊，跟他们的环境不合，所以他们会采用很多办法，他会制造一个非常暗的空间，尽量让灯光只打在画上，让你忘记周围，也就是说让这幅画孤立啊，与周围隔绝，你只根据灯光来看这幅画，这大有道理呀，你会忘记周围的环境呀。可是西方很多画非常大，它的展示方式跟中国画不一样啊，就会有这个问题。那不光是中国的绘画啊，我记得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只要请来其他区域的文明，那埃及的啊，中东的，印度的啊，南洋的，朝鲜的，日本的，以色列的，只要这些国家的展览去啊，包括西伯利亚，包括俄罗斯、北欧，他都会尽量根据这些作品原来的环境和原来的年代，花大价钱，哎，花大的设计费用，尽可能在展厅里还原这些展品的年代和文明背景应该有的一个状态啊，然后让观众面对它。所以有时候你看了以后非常沉浸在这个作品里面，你一出去你会一下子反应不过来，哦，这是纽约，今天是下午啊，你完全被灯光，被它的设计那种环境吸引在这个里面。扯远了，我的意思是说每一种艺术都有它诞生的时刻，都有它生长生成的那么一个阶段性的灵光啊，你可以叫那个是文化土壤啊，你也可以叫那个是时代的气氛呀。
但是这个灵光一闪过后一去不复返。今天我介绍自己格外喜欢的一幅印象派早期作品，在这幅画当中，我自以为看到当年印象派小子，就诞生的时刻，而且能够分享他们的心情。我们每个人每个画家其实都有过自己的灵光，一闪而过，一去不返。但是我们很少有人会用作品留下那个时刻，而且做得非常真实，非常自然。文革的时候我还是小孩子，就已经在借来的画册里面见过这幅画，当时看得非常羡慕我想有一天我要是能和一帮哥们儿一起在一个画室里面，那多好后来下了农村，这种妄想就变成绝望。那么一直到1978年我考上了美院，果然能够跟一帮哥们儿在一个有天窗有画架的画室里头混总算是梦想成真当然我们那个画室乱七八糟，这个无法跟画里面这个环境比，但是情况是一样的就是一个画画的小子终于实现了他的梦能够跟一帮同道在一块儿虽然未必是在画画好像是1989年这幅画的原作跟其他印象派名作来了一次纽约，我头一次看到了真迹。我才发现它不大每个人的脑袋只有这么大也就是一米见方的样子颜色非常好看，印刷品完全没有传达它原作的这种明快和微妙非常好看。我后来在写《纽约所记》的时候，曾经有一小段说到这幅画，我说看着这幅画，这个意气洋洋的这些年轻人，我说一切开始的时候是最好的时光。那么印象派几位大哥年纪比较大一点，出道早一点，是马奈塞尚德加这几个人。那么有三个小兄弟非常要好，就是莫奈雷诺阿还有巴奇，一块儿在当时沙龙的这个老师叫库退尔画室里头同班学画，但很快他们就不满足那种老一套的教学就退学走掉了到下面去写生那么雷诺阿和莫奈就比较穷困，巴奇好像还是不能算富家子弟，也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公子。
很可惜啊，雷诺阿和莫奈都是高寿的人啊，这个甚至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莫奈还活着，但是巴奇伊29岁就死了啊，因为1870年法国和普鲁士开战啊，我读过的印象派画史写了这么一笔，说巴奇伊忽然意识到国家受到威胁，他对绘画忽然没有兴趣了，立刻报名参军，参军以后立刻被编入一个类似像前哨这样一个小营队，在开战的第一场就被打死了。巴奇伊短寿，所以留下的画呢，也就是几十幅。可是他的画一张是一张，我没有见过他特别差的作品啊，不像莫奈和雷诺阿大量的作品，但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真的不太好啊，比较粗糙。他是一个早熟的天才啊，他很年轻就具有马奈和德加那样坚实的造型啊，同时呢，他又有雷诺阿和莫奈那样把握丰富色彩和微妙光影的这种能力，一上来他就有这个能力。他还有一项本事是我所见过其他印象派画家都没有的，就是他有办法画场面性的群像啊，他善于组织场面啊，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这个在早期的画家，在浪漫派，在古典主义画家那儿，大场面群像不是问题啊，但到了印象派画家靠写生能够做成这样的场面的组织，而且看上去不费劲啊，不着痕迹，这是只有巴奇伊才有。我老是在想，巴奇伊如果不死，能够再给他画几十年，印象派的图谱会多出一级啊，会多出一级，印象派的丰富感啊和重量也会不一样啊。为什么呢？我们略微比较一下印象派几个主要人物，比方马奈那种潇洒和丰润啊，然后皮萨罗那种朴厚，德加那种神经质，那种穿透力敏感度啊，然后像这个莫奈那种变幻无穷啊，然后还有一位希斯莱啊，是个英国人，就小范围的这种绚丽多彩啊，这大部分都还可以说，虽然已经有革命性的变化，仍然在一个前期浪漫主义的一个影响下，相对风格化，相对偏于激情，各有各的这个激情的一个出口。只有巴奇伊啊，比较理性啊，比较中性啊。他是一个兼有科学和诗意的一个性格啊，他的禀赋是这样子的，而且他的实践终身都比较温和啊，不太走极端。你比方，他也跟马奈一样，最早开始画当时的巴黎资产阶级生活啊，但是他在题材上不是那种画这个非常耸动的、惊世骇俗的，他不会画这草地上的午餐啊。他画的都是什么呢？都是他的家人，他的姑妈、姐妹、母亲或怎么样，此外就是画他自己的朋友，画他自己的画室，我另外有两张很小的画片，我曾经用在我的纽约所记里面，我没见过画室画的这么味道很对，很纯，没有任何意图，真是纯绘画。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有这样一种特质。他的造型在所有印象派画家当中可能几乎接近德加啊，因为德加的造型这个不光是印象派，在整个18、19世纪法国画家当中都是最杰出的啊。巴奇伊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能有德加这样的一种造型能力啊，可是德加的这种精准是一种惊叹号，他是句号啊，也就是说他画什么他都不夸张啊，就画到一个适度。在他主要的作品当中，除了一幅家族的肖像在夕阳光里非常美很大，其他几乎都是青年的男性。那么大家知道19世纪同性恋文化在欧洲还非常困难啊，在英国还要判刑，法国的情况我不太了解。可是巴奇伊很难得啊，
他看男性的目光，他描绘男性身体的那种状态，非常坦然，不掩饰啊，但也不标榜，没有压抑感，始终带着一种明朗的非常适度的，就刚刚比友谊多那么一点点这样一种态度啊。他有一张也很有名的画，是画几个男孩在树林子里头洗澡，有的已经洗完了，有的还在水里面啊，是正午的阳光，非常明亮的一张画。收藏在哪儿呢？收藏在美国哈佛大学的福格美术馆。我去看过两次这幅画。要论描写光线，它真的超过莫奈，这种光线的准确，那种耀眼啊，然后白人的皮肤在树的阴影当中那种发紫发蓝，然后在阳光当中和水的那种变化，这是画得惟妙惟肖呀。但是难得的是，就是他看这些男性身体的时候啊，就是一个年轻人的理所当然啊，非常饱满，非常健康。但我最喜欢的还是他那帮哥们在画室里的这幅画，它就像一个早晨啊，像一个日子，像我们所有人都有过的一个青春的记忆啊，就是昨天的事情啊，谁谁谁在这儿啊，谁跟谁在说话，谁谁谁站在哪里，还有谁就自个儿在旁边玩，没跟大家一起呀，非常具体。窗外呢是都市的晴天啊，一切都是非常好的心情啊，充满年轻人才有的自信和希望。我记得木心先生有过一句排句，叫做年轻人充满希望的清瘦啊，大家要是看看画上的这些人，全都非常清瘦。别看他们长着胡子啊，我有时候到国外经常会认错他们的年龄啊，满脸络腮胡子，高高大大，一问才十八九岁啊，顶多二十出头。我们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一天到晚瞎混，一点都不觉得这个青春的珍贵啊，然后就一去不复返。那么看这幅画呢，显然是在巴西自己的家里啊，典型的一个巴黎的公寓，非常高的天花板，非常高的窗台，还有那种旋转的那种老式的楼梯，然后墙上挂着他早期我见过的一些画呀。那么我读过一个资料，曾经很详细的告诉你谁是莫奈，谁是雷诺阿啊，但我不记得有没有说哪一位是巴西自己啊，因为有些画家可以把自己画进去的。所有的描述都会说印象派是一帮穷画家，可是在画上面我们看到的是都是非常体面的一些青年，一些绅士啊，君子。所以巴黎青年的穷和我们中国青年的穷看样子还不太好对照。那么这里面我又要提到巴奇伊组构群像的一个卓越的技巧啊，大家要知道画这么一屋子人非常难的啊，我没有看过任何关于这幅画的草图啊，不知道有没有过，难得的是在正稿上不落痕迹。此外，每一个人以我知道的画工，就是你要去的功夫，至少要画一两天啊，然后你画完了画他，画他画完了再画下一个，他是轮着来的啊，所以那个时候莫奈啊，雷诺阿都要真的站在那儿给他画，不容易的呀，可是不着痕迹，非常自然呀。那么还有一个难度，就是他的画的尽头是窗户，外面有光线进来，我们画画的人通常都会把画布挪向向光的地方，可是这幅画布的位置，这幅画的位置，画家自己的位置显然是在门口，就进入房间的时候，巴黎十九世纪还没有电灯啊，这是1860年代70年代的一幅画，还没有电灯，还更没有照片，他在这么暗的一个位置怎么能够向着窗户啊，画出这么一幅绚丽的画，原作非常非常好看的颜色呀。
此外就是他那幅一家人在阳台上，远处是夕阳，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画出来的。因为夕阳啊，按照巴黎的太阳，它黄昏会持续比中国的黄昏要久，也就是一两个钟头，能够抓住那个颜色的啊，那道闪亮的，也就是半个钟头左右啊。可这幅画至少要画几个月，以我对画工的估计要画几个月，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啊。所以他是很有本事的一个画家啊。我相信巴奇伊在画这幅画室的作品时，大概也就是23、24岁，25、26岁左右，不会超过这个年龄。在这个年龄，我们这儿再有天分的画家，还在熬硕士生，还在熬博士生，熬博士后啊，还写什么狗屁论文啊。所以我经常对那些高学历的学生说，你在这个岁数，你还没有画自己的活，你还没有出作品，你已经死定了，你完蛋了。你不信，你看看巴奇伊啊，看看梵高的早期作品啊。这个他死得早，印象派很少提到他啊。我到现在没有找到一本巴奇伊个人的画册啊。可是他要是活到70、80岁，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画全部算早期作品。那么大家要是看看印象派诞生时同时期跟印象派一块儿活在巴黎的这些哥们儿画的那种官方的沙龙的绘画啊，画那些中东的异国情调啊，画那些资产阶级和贵族的艳影，画那些非常滑腻腻的这种女裸体，然后画那些非常这个标准的风景，你就可以想象当时这帮家伙啊，印象派这帮家伙有多么前卫啊，多么勇敢，而且多么坦然。哎，我就画我们过的日子，画我们的上午，画我们的下午，画我们这自己的快乐啊。所以这个革命从此改变了美术史啊，现代艺术后面就跟上来了啊。那么我不知道印象派的这个同仁怎么看待这张画啊。在我看来，这是这帮乌合之众的一个集体记忆呀，也是这个叛逆群体灵光乍现的一首诗。我喜欢看到崇高悲壮的历史性的画面，就像前几回介绍的那样啊。我也喜欢看到像梵高啊、克罗惠芝啊、像蒋兆和啊那种充满同情、充满恻隐之心画的那些穷苦的人、悲哀的人呀。但是我也喜欢看到巴奇伊这样的艺术啊，明亮、均衡、温和、非常健康。这么好的一个青年啊，一枪就给打死了啊，倒在战场的泥浆里面啊。这个欧洲啊，可能因为人口少啊，也是最早创立了共和国啊，有一种爱国主义和保家卫国的一种责任感啊，所以只要战争一开打啊，文艺人、艺术家啊、诗人、音乐家、教授、科学家啊，就应征入伍上前线，很多都被打死。大家如果去了解一下一战、二战，你在里面可以找到很多有点名气的，甚至非常有名的艺术家的名字啊。具体的例子呢，就我前些年到彼得堡啊，去看看我们小时候非常神往的那个列宾美术学院，就进去以后非常失望，这个学校真的没落了。可是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件事情，就是你在门厅进去的时候，就在那个创校的那个18世纪那个叶卡捷琳娜女皇有一个雕像，就在这个雕像旁边，我记得有两块石碑，上头刻满了名字啊，密密麻麻的名字。我一问学校就告诉我，这个是二战期间从列宾美术学院毕业的这些画家、雕塑家、版画家、摄影家，哎，就应征入伍，然后死在战场上，啊，这个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啊！中国死于战争的年轻人非常多，但是我们还是很有限的听到啊，相对著名的艺术家直接当兵或者死于战争，还是很有限，或者没有记录下来。我们再来看这幅画啊，这幅画室里的画非常明快亲切啊，远离战争和死亡的阴影啊。
所以很多话的后面其实藏着我们想也想不到的故事。另一种观看，陈丹青局部每周二看见视觉世界的无数细节。梁文道一千零一夜，每周一三五日落后说不完的文明经典。马世芳听说每周四在流行音乐里听到台湾。登录优酷土豆订阅看理想志频道，看见另一种可能。2015土豆印象季由东风雪铁龙 C3XR 首席赞助。